观众，泪之女王的韩星金秀贤呢，在昨天晚间6点的时候就已经抵达了国际机场。那么今天呢，他要举办这个首场的粉丝见面会了。我们现在目前在林口体育场，带你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，真的是蛮多的人潮都已经挤到这个林口体育场的门口哦。那出估可能有上千人都在这里等待。那有些人呢是蛮早就已经到体育场，是中午就已经来到现场了。我们现场就是来问一下这个民众，他中午大概1点多就已经来了，那有大概排了什么吗？我们提早来买周边，就是1点多就到了。那时候很多人？很多人，我大概排了到2点半才买到东西。那为了这个韩星，为了你自己喜欢的偶像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很值得，因为他10年才来一次。那之前是有追他什么剧吗？来自星星的你。那有看《泪之女王》？有，就是演技真的很不错。那么可以看到，他其实是狂粉哦，他的头上还有这个应援小物，也是现场买的。那我们再看到他手上的这个是金秀贤的周边商品，那这其实是要预定排队的。那么现场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了，现场还有主办单位提供的这个看板，上面所有的字条都是要写给金秀贤来看的。那么现场的这越晚，人潮真的越多。那么等一下，这铁门已经现在目前已经拉起来了，人潮等一下待会儿挤进去的时候，都是想要抢头香来看金秀贤的。那么以上现场最新，把时间先还给棚内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